很多人在做糖醋鱼的时候都是直接放糖和醋，其实是不对的。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正确的做法，保证做出来的糖醋鱼特别的好吃。首先我们准备一条草鱼，清洗干净，鱼肚子里的这层黑膜是鱼腥味的主要来源，一定要把它清洗干净了。洗净之后，把它放到案板上，用厨房纸巾把表面的水分擦干。看一下，现在这个鱼已经处理得非常干净了。下面把鱼头和鱼尾处各划上一刀。把两面煎至金黄，给它捞出来备用。另起锅，把刚才调好的料汁倒进去。把料汁熬至浓稠，起泡泡的时候，把鱼块倒进里面翻炒。翻炒至汤汁收干，最后撒点熟芝麻增香，就可以装盘享用啦。看一下，这样做的糖醋鱼真的是非常的香，吃起来外酥里嫩，酸甜可口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击关注转发，拜拜。